大家好，我是麦思敏。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，香港主场仅以2-3不敌卡塔尔。赛事在旺角场上演，全场爆满。红衫的香港早段有黄金机会，不过麦基把握不到。上场赛和中国的时候，表现好抢镜的门将叶鸿辉，亦都接连有精彩的扑救。不过踢到21分钟，港队守不住对方的角球攻势，被保迪夫顶入，落后0-1。港队之后积极反扑，基南马接应死球头槌攻门，不过未能够命中目标。卡塔尔赛前连赢两场，包括在上场破纪录大炒不丹15-0，而港队就2-1，上场作客赛和中国0-0。下半场港队继续以稳守突击为主，不过面对实力高出一班的卡塔尔，在62分钟再失一球。法拉拿在两个港队守卫之间起脚射入，62分钟赢到2-0。完场前才是气肉所在，卡塔尔在84分钟由穆萨再入一球，一度将比分拉开到3-0。大比数落后的香港就是打不死。嘅入波令到成队港队、成个旺角场的球迷重燃斗志。港队之后反压住对手嚟攻，89分钟再由后备入替的高凡中多一球。虽然港队最终未能够追平，不过仅仅以一球输波，输2-3，虽败犹。港队已经连续三场主场爆满，球迷不停为港队打气，仲拉起香港人劲抽一夫当关的巨型横额。连卡塔尔球迷都赞港队表现。It's going to be a hard game, but it's not going to be like an easy game. But Hong Kong's pretty good. 临完场前，港队追翻两球，气氛更加高涨。虽然最后都输波，但球迷已经好满意。進步了很多香港隊，即係對住西亞球隊都可以入多兩球。其實踢得好好啊，最尾仲追翻兩球，好嘢！我哋輸技術唔緊要，我哋有鬥志係香港精神啊！好好波啊，香港好波 ！Yes, come on！开播之前就起中国国歌，看台道有球迷发出嘘声，亦都有人双手打交叉同埋背向球场。但就到尾段，唔少人就鼓掌同嗌口号为港队打气。